犯埋伏多时，一看到前女友和现任男友现身，立刻冲上前大吵大闹，三人在骑楼争执不休。没想到林姓嫌犯当场掏出手枪，朝两人近距离连开五枪后，女子左膝中弹，当场倒地，现任男友也被击中右胸。林姓嫌犯随后立刻逃离现场。经过警方24小时追缉，终于在苗栗竹南将人逮捕。为什么要开枪？是不满女友交新男朋友吗？面对询问，嫌犯始终低着头不发一语，不过当街开枪挑战公权力，警方立刻展开追缉，嫌犯一路往南逃，还刻意用公共电话打回家，但还是暴露了行踪。经过我们专案小组积极来分析比对以后呢，不到24小时的时间，我们就把他缉捕归案。初步了解，林姓嫌犯疑似不满前女友申请保护令，要求撤告不成，加上前女友和新欢出双入对，愤而开枪。而中枪的前女友和男友送医后被验出 PCR 阳性确诊，一度让警方及救护人员相当紧张。幸好快筛后都是阴性。至于林姓嫌犯的犯案动机，也有待进一步厘清。华视新闻连线黄昭社李明威综合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萱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Thank you.